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家史灌顶见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祈恩消灾化解，啊，及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谢天恩，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死军民之怨灵。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死军民怨灵。啊，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建灵，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195位天主帝王朱建灵。我们当下甲午千秋双祖法会，各姓氏超度堂上祖先列祖列宗朱祖灵，个人冤亲债主及各位家中地基主、公堂地基主、无缘住宿英灵，啊，山头路尾西涧大海，所有的孤魂幽灵，即地球上烟灰转动、五阴杂裂诸灵门，各位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宣誓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甲午年10月18日是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回顾中华民国98年的时候，啊，因为我一场大病，啊，也因为天意呀、啊。
所以老祖师尊慈悲，也知道我喜欢到大陆各国去爬爬走，所以让我一个劫难跑不了，在台中龙总住院的77天之中，啊，王禅老祖开示，啊，地球有很大的劫难，就有天坑和地洞，啊，开示要赶快做消灾化解。祈安法会，这是安人心应该做的法门和法仪，所以我就在医院里面呢，啊，休息了，那就。要我们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的秘书长黄宏史秘书长赶快查，从网络各种资讯去查，有一个地球上的劫难非常严重，经过查证的结果发现了地球上有1151个天坑和地洞，这有如这一张图，这是天坑最大的，直径662公尺，深度620公尺的一个最大的洞，还有其他。各国大大小小都有天坑，都有地洞，啊，尤其在中国长江附近，啊，这个天坑地洞就有459个洞。这个原因在哪里？都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就是要想尽办法消灾化解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必须要在今天要深潭，在千罗禅堂这里深潭，到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节日要恭送地母真经120万部，想到120万部的功课啊，我哪里找地母真经呢？所以老祖开示了，3更半夜。啊，在医院笔拿起来，啊，赶快把整个的法仪写好。王禅老祖一直开示我，一直写。啊，写了如何消灾化解，因为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中国长江大坝周围。有459个天坑地洞，深的几百公尺，浅的几十公尺，
万一这些天坑在长江大坝或者长江的江中啊，发生了地动，造成很大的水啊，这个灾难都来了。尤其长江大坝下游，把它计算起来、评估起来，大陆同胞就有3亿5千多万，快到3亿7千万。哦，万一这个劫难到了，天不容众生的无知啊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在今天98年的今天，地母祝尊的圣诞开始深谈，而且要地母真经。而奇怪的是，前一天我们的师姐洪满华，是我们第一届的师姐洪满华，他对师母非常的恭敬啊，这一直陪着师母啊，这一年呢，他就到普里地母庙去拜地母，请了一部地母尊经回来了，第二天就拿给我，我去拿这个干什么？他感觉这个地母尊经有用，我昨天晚上把这个文书全部写了，已经送上宣佛寺来啊，要把这个法仪打好，依法在18号要升坛。这个因缘上天都安排好了，老祖也安排好了，所以我们集合发动了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同修们，都是很慈悲，你们都是从南天来的，来到世间来修行，来护佑这个地球啊，护佑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法轮的上天使者啊。又由于我在医院住院，所以同学们都很花心，就认真大家发动诵经，诵地母真经啊，一直认真的诵来啊，到11月17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全部122万3700多部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祈求地母祝尊慈悲，龙天护法上天慈悲，消灾化解以安人心，结果满愿了。所以人在世间上心不安，不是我跟你一对一的为你解决个人私人的烦恼问题，而是普天下的安危为重。结果
98年天坑地洞，消灾化解圆满了。在这里，我一再的向我们所有当时参与诵经的那么多同学们，你们的花心，你们的慈悲与爱，你们做到了。诸佛菩萨上天的慈悲，你们做到了，修到了，人所不能修的，人所不能做的，你们都做了。我代表所有众生，地球人类向各位致意。我们还是要感恩地母至尊大天尊的慈悲，所以唯心圣教啊，安心尊经是安祖灵的法宝，也是安人心的上圣法宝。哦，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你们到世间上来，不是等闲之辈啊。啊，所以一路走来，每当地球有灾难的时候，黄禅老祖的慈悲要安人心。地球有任何个地方有劫难，人心就不安啊，因为地球有劫难，人的生命会发生很多的劫难的时候，到时候我偷，你想他骗，厮杀。我们来到地球上，我们的本意不是在相互厮杀、相互欺骗，相互发动战争。战争，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最后一次是金门823炮战，但是也没有解决两岸同胞的问题。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最后一次是金门823炮战，但是也没有解决两岸同胞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地母也很无奈的，所以用天坑地洞这个劫难来警告世人。但是我们人类还不知道，还不觉与不悟，一直想尽办法要用政治的斗争相互的残杀。尤其两岸同工同宗同源同祖的，为什么要相互的残杀？这个事已经违背了上天的旨意，违背了上天圣神的旨意。所以若是两岸的同胞不再觉悟的话，我想会受到天谴。那时候真是可怜啊。所以壬辰年，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
日本富士山活火山的爆发，任清仁当时天下苍生都在烦恼，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王禅老祖又开示了要我们维新圣教，大家要担起消灾化解的天命和责任，所以又发动了我们就是各种祈安消灾法会，由各位贤士同修恭送诸经，尤其鬼谷先师天德经几百万部的功德，仰仗天威加持，天心、人心、汉地心，三心合二为一。结果都如一起的平安，这也是启示着我们众生，既然来到世间了，要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相互成就，相互关心与关怀。所以今天新红甲午年十月十八日，地母助真大千尊的圣诞，我们的本愿不变，有生之年我们还是要坚守天下太平，护国佑民这个即是宗教的最高本质啊。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王禅老祖开示，要大家恭送一千万部的经来回向，祈求上天慈悲加持台湾平安，世界平安。除了国内的各种劫难一一化解以外，世界性的伊波拉病毒，非常恐怖的上天给众生的启示和教训，要我们大家心怀上天的慈悲，赶快诵经，消灾化解，预防伊波拉病毒。所以现在伊波拉病毒也渐渐的要会开始消除，但这并不代表不会再复发。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要努力花大悲心继续恭送诸经，依照文殊的法仪大家修行力行安人心所以安心尊经是上圣安人心的上圣法宝在这里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人与大自然所有天灾的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
星辰。